中美男子67公斤级的对抗，我们有请2011年美国加州冠军阿尔琼。Originally from Russia, now fighting for San Diego's boxing club with a record of 4-1-1. Introducing Artem, the Russian experiment, Shoroshkin! Artem Shoroshkin. Stands on even 6 feet. Tipped the scales last night at 147. Calls himself the Russian experiment. Not sure how to take that. 接下来将要请出的这名年轻的中国勇士是目前中国勇士团队当中年纪最轻的，也是中国观众最看好最喜爱的，有请来自图曼国际铁英华。He's fighting for Wu Ling Fun Gym in Zhengzhou City with a record of 13-2. Here he is, Tia, the little tiger, 英华。Tia Yinghua, the little tiger, makes a triumphant entry into the ring here in Las Vegas. 比赛现在开始。Downtown Las Vegas, just at the end of Fremont Street. It's nice getting downtown, huh? Oh, it is. It is kind of nice getting down here, isn't it?And here we go. 观众朋友们，总结在美国拉斯维加斯的佩尔扎大酒店为您评论武林风走进美国决战拉斯维加斯第四季的男子67公斤的比赛。红方是中国勇士铁英华，我们叫他小虎小虎啊。那么蓝方是美国的阿尔乔姆。这是双方的第一局的比赛。铁英华呢是来自这个图曼国际俱乐部。今天在赛前，我和铁英华也进行了聊天。我说你准备今天这场比赛怎么打？铁英华说，我还要像在这个马来西亚和新西兰的那种比赛，采用压迫式的打法。那么铁英华在武林风的成长里程呢也是很艰辛的。他现在是打我们的新秀赛，那么去年。可以说是铁英华成长之年，突破之年。他的成长体现在他在场上那种感觉。他也是武林风中国勇士男子65公斤级的四位勇士之一，像这个铁英华、谢雷、林帅，包括刘晓明。那么他也是这四名中国勇士当中年龄最小的，所以他的潜力很大。今天我们看到这个阿尔乔姆，他的防守能力还很强。尽管哇，我们看到这个阿尔乔姆，当然他那个戏法也不是有意的啊。那么场裁判蒋威还是给这个。现在说，要让铁英华那个休息的，因为这个比赛我们允许运动员，在对方没有犯规情况下，由于他是意外嘛，那么允许他进行一种休息，短暂的休息，但是时间不能超过5分钟。通过休息之后，我们看到这个铁英华越打越猛啊！哇，一用前手先顶着对手，对，这也就是我们看到这小虎那个虎劲儿，虎虎生风。铁英华的父母为了铁英华的成长，那么放弃了在湖北的工作，来到了河南，在图曼国际俱乐部进行工作。一个是为了照顾儿子，同时也要监督他的训练。正是有父母的这对儿子的期待和渴望，使得铁英华在武林风的擂台上茁壮成长。我们看到铁英华的成长，不仅是他的力量的进步，同时他的出拳速度很快，啊，打法硬朗，很具有这种欣赏性，非常漂亮，非常漂亮。第一局比赛，我们通过铁英华的第一局的比赛啊，由于他这种压迫式的打法呢，不给对方这种空间，啊，也使得这个
阿尔乔姆在第一局的比赛里面，你尽管有身高的这种优势，但是我不给你空间，我压迫式，我没给你这种距离，那么也使得这个阿尔乔姆，在第一局打的就显得有些被动。观众朋友，武林风走进美国决战拉斯维加斯第四季男子67公斤的比赛第二局开始了。红方是中国勇士铁金华，蓝方是美国的阿尔乔姆，绰号是怒火。难道他会在第二局比赛里面胸中怒火会燃烧出来吗？因为第一局比赛铁金华采用这种压迫打法，确实有这个让这个阿尔乔姆有点不适应。因为这个阿尔乔姆的身高要比铁金华高出有将近5公分，所以铁金华在利用拳法进攻对方这个面门之后，第二局他现在有意识的加强这种腿法，你看他有车转，有高那个下劈，啊，对，我们说后胜可畏，啊。漂亮一个高边，再坚决点。漂亮，这两个，我们看到铁英华的高边腿把这个阿尔乔姆这个右眉骨打裂了，而且乘胜追击，利用左右的摆拳，我们的平勾拳。布兰桑德瓦尔签署了2012年的11月11号为武林风日，这是对武林风栏目4年来在世界搏击之都阿斯维加斯进行中美文化传播交流的肯定和巨大的赞誉。好了，观众朋友们，武林风走进美国决战阿斯维加斯男子67公斤级的比赛开始了，这是第三局，红方是中国勇士铁英华，蓝方是美国的阿尔乔姆。那么在第二局比赛里面的后半段，铁英华一个高边腿打开了阿尔乔姆的右侧的眉骨，但是我们看到阿尔乔姆通过这个居间的休息啊，紧张的治疗和处理之后，他又站在了擂台上。阿尔乔姆打的确实很非常的顽强，哦，那么这种顽强表现他的意志力上，也表现在他在比赛当中的敢打敢拼上。尽管右侧眉骨我们看到还在流血，被打开了，但是在逼着鲜血的情况下，他仍然不停的进攻。我们看到阿尔乔姆的进攻线路无外乎一个左右的直拳，加上这个右腿的后腿的膝进攻的技法。这时候铁英华打得很聪明，利用一种我这种游击并不是我为了躲闪你，我是想把这个距离拉开之后呢，让你的进攻的节奏打乱了。我们看到铁英华突然不给对方拼拳，然后利用的推法的进攻之后，也使得阿尔乔姆有点不适应，这时候再加强拳法进攻，对，这种变化使得阿尔乔姆有点不适应了，再坚决点，铁英华胜利在望，对，利用我们的正蹬控制好距离，要防止阿尔乔姆的反击，用膝法的进攻，尤其他的膝法主要后腿的进攻控制好就行了。现在铁英华这种放慢的节奏，为的是恢复自己的体能，再加强进攻。我们看到阿尔乔姆的左右的眉骨都被打开了，满脸是血的阿尔乔姆。
30-27 in favor for the winner by unanimous decision. In the red corner, Tio Yinghua. We see Yinghua 高高的举起了双手，获胜方式，铁英华。